單位係諗住幾時買嘅？應該三日之後咧，都係根據翻即係最短嘅時間，好快啫。其實我哋如果你留意翻咧，即係今日家居嗰個都係應該第五個銷案。其實我哋不斷，因為現樓咯，我相信較為有彈性。其實每一次即係我哋都係接著，即係有一啲銷情之後咧，我哋都會補充咧或者加推多一批單位。咁近期嘅好明顯見到，其實都係一啲低作嘅單位或者特色户較為受歡迎。咁頭先都提過啦，咁除咗 double close， 其實我哋喺成個啟德嘅拍片之上，我哋都有四個項目發售緊嘅。咁我相信都提供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啦，因為呢區我相信嚇較為多選擇嚇，咁變咗好多有意買樓嘅人咧都會嚟呢度睇一睇嘅，作個比較嚇，睇下邊個項目啦，或者邊個户型啦，或者邊個景觀係適合佢哋嘅嚇。咁就我相信呢個項目嘅亦都有佢自己嘅優勢嘅。本身我哋都係以一個澳洲啦啊悉尼作為我哋一個設計嘅意念啊，咁同埋都係屬於喺啟德嚟講啦，我哋暫時嚟講就係可以提供一啲低座嘅物業俾買家選購咯啊，咁所以好明顯見到啦，依部分嘅單位嘅銷情都係比較熾熱啲嘅。你可唔可以講多次頭先嗰半個單位個拆價係幾多先？好。咁就依五夥單位咧，其實都係屬於係一啲兩房嚇開廚嘅單位啦嚇。咁啊，當中即係頭先都提過啦，即係三夥係向即係內港啦 ，Inner Harbour 嗰邊嘅嚇。咁屬於係第三座嘅 C 單位啦嚇。咁另外兩夥嘅，咁我相信都係望翻內園景嘅嚇。咁係屬於三座嘅 J 單位啦。咁尺價嚟計啦，17,281蚊。去到18,471蚊啦。咁如果係計翻一個資實嘅價錢咧，其實依五個單位其實介乎係762萬1000蚊啦，去到775萬8000蚊嘅。咁我相信個平均尺價都大概係17,000蚊左右。咁個禮拜六暫時有幾多人預約參觀啊？都超過100嘅，咁我相信即係如果連埋週日反而最多啦。週日因為始終我哋有個體驗日啦嚇，咁暫時嚟講咧，就週日嗰、那個即係、預約嗰個登記嘅數字就超過200個嚇。咁我相信成個週末有機會咧，兩日加埋會超過500個。即係你而家賣咗30座單位啦，有冇話嗰批幾時交到？即係我哋都係現樓。其實呢批就都頭先都提過啦，70%係用家。三成投資者嚇，咁就我見佢哋大部分揀嘅都係一啲職工嘅價錢，咁係屬於120日就成交嘅咯。咁我相信其實都係現樓有個好處就係話差唔多即賣可以即住嚇，咁都我相信就佢哋都係心急準備係進駐依區嚇。我話依度都越嚟越成熟啦，好多一啲社區嘅設施都逐步落成嚇，咁我相信就唔需要話即等好耐就可以入到嚟住。咁所以我哋亦都專心打造咗兩個裝修嘅時間單位，可以俾佢哋盡快去參觀。想問下東涌東站招標咧，你哋會唔會入標啦？同埋嘅項目拆細咗，點睇今次嘅發展？喂，琴日招標喎，招標，今日啱啱好似公布招標喎，係啊，咁就我估先都係攞咗啲招標文件睇睇啦嚇，咁睇下即係個興趣係點啦，再落實會考慮入標啦嚇。咁就項目，我相信就因為之前啦，或者係留個標啦嚇。咁今次其實睇翻即係初步啦，其實嗰個規模都縮小咗嘅嚇。咁暫時都會見到啦。啊，詳細未睇招標文件嚇。咁但係我聽即係一啲即係接觸啦嚇，咁都知道其實部分一啲發展商要做嘅嘢，或者都減散咗嘅嚇。咁我相信都提高咗吸引力嘅嚇，同埋依個項目都係最近東涌東站嘅其中一個上蓋嘅發展項目啦嚇，咁我相信就應該啊市場上都有發展商有興趣。會初步係都會係獨資一定係 JV 啊？咁拆細咗之後，其實個規模就唔係好大噶啦，30多萬尺。咁我相信睇咗先啦，睇下有冇需要一個合作啦。咁但係如果規模以而家依個規模去睇嘅，我相信亦都未必話一定需要一個合資。12月有冇其他新盤推售？12月就都動緊腦筋啦，睇下有冇合適嘅項目啦。咁但係我哋之前提過啦，
其實我哋第四季其實都有幾個項目準備安排緊嘅，咁但係我哋覺得其實十二月同明年又好近啦，咁睇下即係都留意緊啦，邊個係更加合適嘅時間啦嚇。咁我相信如果有啲機會嘅，咁亦都係我哋灣仔春園街嘅項目啦，精品豪宅嘅項目啦。另外嘅就係我哋山頂嘅一個豪宅項目啦，進擊到一號啦。咁但係我相信嚟緊十二月或者都會做一啲前期嘅推售嘅功夫啦，或者啲宣傳嘅工作。咁但係你話落實推售嘅，或者有機會係明年初至可以見面啦。因為睇翻今年咧，即係個市，我相信去到而家未去到年底啊。咁但係暫時嚟睇，我相信即係一手嗰個發展商嘅銷情其實都理想嘅。咁我相信到目前為止咧，其實發展商喺一手樓都賣咗超過15,000+。咁尤其是喺今年咧，三四月啦，同埋十月咧，其實一手嘅銷情都相當理想嘅。咁就暫時嚟講，我相信發展商個銷情理想嘅，咁亦都會開始做定準備啦，去迎接啊來年嗰個推售嘅安排，埋推售嘅策略。呢個咩壓軸？咩真正嘅壓軸？其實頭先都提過啦，成個 partnership 裏邊，我哋都有四個項目喺度發售緊嘅，咁每日亦都有成交，今日亦都啱啱有一個係買 Miami Key 嘅成交，咁啊晏啲都可以提供多啲資料俾你哋。我相信就暫時嚟講都未必一定需要新盤推售，因為我哋都有一啲推售緊嘅項目咯。同埋我哋另外其實都有一個新盤賣緊嘅，或者大家冇乜留意啦。其實就係太子道西233啊，咁呢個項目就新鴻基負責嘅。咁其實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合作夥伴，咁都係屬於其實我哋當時預計喺第四季推售嘅其中一個新嘅項目啊。咁所以就暫時嚟講，我覺得銷售嘅進度就理想嘅。我話好快好快，下個禮拜希望亦都有一個好消息同大家公布啦。因為我哋今年嘅銷情其實都即係節節上升啦，咁都希望可以盡快啦突破200億啦。而家係幾多？而家你講199.78。係再計埋如果今日 MQ 咧，應該去到19999，唔知九幾多？咁咪即係達200億？即係今日未到，即係逼200。除非阿朱姐努力啲，即係超過一百，逼近啦，逼近，超過199億。超過199.78億，咁好精準喎！你都夠精準啦，數字就難手話。計埋 MQ 個未計幾多夥啊？嗯，1721夥，如果冇記錯。你再問我答唔到你。我想問下咧，灣仔春園街，因為之前有講過話有個客想石棟啊，咁最後傾唔傾得成？暫時就未落實到啦，因為有啲條款上或者都有啲出入啦嚇。咁但係我覺得，因為個項目其實本身就單位都唔多嚇，同埋就其實嗰個盤值其實睇翻喺灣仔區，其實過往嗰五年都冇乜新供應嚇。咁我相信如果推出市場嘅話，都有一啲即係一啲點啊有興趣嘅人士嘅會考慮。兩邊都傾緊嘅，兩邊都傾緊。咁但係就有啲條款上，我哋都仲要繼續。合談嘅，因為黃山因為其實好多近期咧，其實你都會見到咧，其實好多一啲成交啦，其實好多時候有啲買家都作為一啲所謂內地生嚟讀書嗰啲旅社咯，有冇機會咧？唔知啊，咁就睇下個客即係嗰個落實嘅程度係點。不過近期你見到好多成交都係啦。有一啲投資者，譬如買啲酒店啦，作為旅社啊，或者青年宿舍啦，咁就近期都係比較熱門啲嘅市場嘅投資。咁係個人定係集團形式同你哋傾？基金嚟嘅喎。基金嚟嚇。好，199.78億係可以出街嘅。暫時嚟講係可以，不過依個未係最 update 嘅數字，要加埋 MQ。之前呢嚿嘢咁逼200啊！哇！舊年你又問得幾好喎，如果冇記錯，舊年係賣咗136個單位，156.1億，156.1億單位幾多？1036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